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25日，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两家网站啊，都刊登了一条消息啊，云南省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省长助理李磊接受调查检查。那么，为什么要抓李磊呢？因为呢，李磊是李希奈的儿子。这才是关键的，所以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这个人们刚开始，包括我在内啊，都没有看出这里的这个真实情况、真实背景。今天看到这个港媒披露啊，原来他是李希奈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带有这个权度色彩的一个案件，值得这个和大家分享分享啊。有关信息啊，这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啊，李磊被抓起来的消息啊，也就是昨天啊。其实李磊早在2014年就辞去公职了，你想到现在那也是4、5年了，对不对？突然间想起他，为什么？本人认为啊，这和这个中共目前海内外的局势、党内外发生的问题都连着。也就是习近平很担心呢、将来社会一旦发生裂变动荡啊，像李希奈这个儿子在部队里长期历练，又比较年轻啊，手里又有钱，担心他成为带路党，这才是关键的。那么今天据星岛日报报道啊，说李磊啊曾经是这个政坛的明星啊，已经辞去了公职6年了，是仍然被追究啊，引起了这个关注啊。大陆多家媒体报道了李磊被查的消息，但先有透露李磊的家庭背景，以及与李希奈有关的任何信息。说唯有财新网在报道中当中提到了李磊出身名门呐、将门哈、但是大家都知道啊。所谓将门在中共这个专制集权统治下，和平年代那些将领军头有几个能打仗的，也都是这个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爬上来，对不对？所以说他是将门呢、也是我认为也是高看了他，实际上就是部队里面的这个江泽民时期啊，胡锦涛时期，算是这个手中握有一定的军权的领导干部啊。给大家看看他儿子的这个形象啊，你看他儿子的这个表情啊，是在他事业顶峰的时候啊，那是志得意满的。你想他爸爸那么大的官，他当然了，你看他眼睛鼻子啊表情，那都是目不旁视，牛得很的。但是现在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手里有权的时候，一人得势，鸡犬升天；没有权倒霉的时候，一人倒霉，株连九族啊！刚才讲到一个这个黄婉的故事啊，是另一个节目已经讲到这个中共集权统治下，周永康家人受到这种政治迫害，也不能完全是政治迫害啊。的确，周永康和李希奈一样，我相信这都是有问题的。只不过李希奈这个没公布啊，或者是习近平暂时不动他，很难讲什么原因啊。先抓了儿子，或许已经抓了李希奈，没有公开报道而已，这很难讲的。因为中共就是这样嘛，手里你想当官司法，到了习近平的层次，他手里什么都管，攻坚法治意识形态，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用媒体把你一抹黑，老百姓知道什么？老百姓永远都是。只看中共官媒告诉他们的事儿，老百姓愚民们都相信。而且你抓的官越大，特别是抓那些将领的高级将领家里的孩子，老百姓都拍手称快，是不是？要为什么叫愚民呢？是不是？为什么共产党要封网，剥夺老百姓的知情权，那个人才能变得愚蠢呢？那么说是李磊呢，这个现年49岁，1971年出生的，挺年轻啊。
山东滕州人呢，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攻读这个博士头衔的，在父母的支持下，30出头就担任了中科院软件研究所所长助理、副所长。你想，他本身研究软件，又在这方面担任领导工作，知道很多国家的核心机密。你想，习近平拿着睡着觉晚上，对不对？是2005年的时候，李磊挂职云南省省长助理、省政府成员。大家马上就想到谁了？白安培嘛。白安培不就是这个当年担任一方封疆大吏？2005年，这个云南省白安培，还有这个省长、省委书记秦光荣，这些人都落马了，对不对？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这条线上的，对不对？他也跟着倒霉啊！啊，当年这个白安培，这个之所以这个笼络这个李磊，那目的是什么？也是为了稳住他爸爸李金奈，对不对？这都有野心的、啊，所以习近平很警觉啊。根据这个消息讲，说是2006年的时候，一年以后当官啊，这个李磊就担任中科院昆明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了。2011年到地方挂职锻炼了，到德州，到德宏州啊。德宏州委书记，成为云南省的最年轻的地级市的一把手。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官员为了巴结李金奈，故意给个官当吧？他有这能力吗？是不是？所以说他是最年轻的这个领导干部，那是硬挺上去的，硬顶上去的，对不对？就给大家看，这是李金奈的当年的光辉形象。这个时过境迁，往事如烟了，对不对？官儿一拿下来，穿上的囚服也是一样，也是畏畏缩缩的，对不对？说2014年，说这李磊突然不再担任德宏州委书记了，更少见的缺席职务交接仪式，去向成谜，这一点不奇怪，这是不正常，上来就不正常，下去也不正常。为什么？你想，习近平2012年来上来。2013年就开始反腐败了，那2014年不正是清除部队的大老虎的时候？什么郭伯雄是徐才厚了，对不对？干的是一包进不一路户，那肯定了就动他家了，对不对？很难讲动不动李金奈啊，到现在没看公开报道啊。但是这个2014年就不让他担任这个德州州委书记了。那就证明出事了吧，对不对？不重用了。所以当时说是坊间有传说，是说李磊因看不惯官场腐败，又感到无力回天，辞去德宏州委书记，皈依佛教了，佛门。这瞎扯淡，他看着腐败问题肯定好，他才能爬上来，对不对？他们都是因为看到危险性了，一看对立派上台了，习近平对他爸爸不感冒是吧？不喜欢，这个换了朝代了，怕出事儿。以前可能这个他的钱也是很多的，干脆退下来吧。另外找不到这个安全所在啊，每天忐忑不安，只好什么呢？是向佛祖释迦牟尼求救啊。所以人往往都是这样，有了这个苦难了，有了挫折，开始想起了耶稣，想起了释迦牟尼。想起了穆罕默德，是不是啊？精神上这个要有一个这样的寄托吧。像《星岛日报》报道说，是当时引用中科院昆明分院一个职工的话说，李磊身体出现了问题啊，回北京治病去了。什么治病？找个理由呗，对不对？因为你是云南省最年轻的领导干部，以前经常在场面上这个混的脸熟，动不动出来参加这个会那个会，有剪彩有讲话的，对不对？忽然间镁光灯找不到了，什么原因？找个台阶下吧，说发现身体有病回北京了。其实什么，爸爸落马了，是不是满门要抄斩了，对不对？说据悉他后来担任中科院软件所天机综合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那可能他这人有点业务上的特长，对不对？比较聪明能干，可能后来保留一个公职啊，
你看这个照片，你看那时候的奢情神情多么得意啊！就像现在习近平这些嫡系，什么陈敏尔啊、栗战书啊、什么王晓红啊这些人，不都这样？蔡奇，别着急，下半场都在等着。要如果不变革政治体制，所有的党员都会走到这一天。如果能像蒋经国那么人开放党禁、报禁呢，自上而下进行改革、赦免呢，向老百姓啊低头认罪了，主动让出权力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和平转型了，那可能就有了转型正义。你看台湾如果不是蒋经国搞转型正义的话，现在国民党那些人不在监狱待着，制造冤假错案、文字狱的多着呢，是不是？仔细想一想，不要看现在有一些手里有权的人整天耀武扬威的，人五人六的，那都是暂时的，你还能玩三年两年，对不对？就算是退一万步，给你十年玩，总有一天你结束的时候，看怎么收场，对不对？所以说，这李磊很值得研究啊！你看，2018年4月7号，李磊作为中科院软件研究所主任，在北京参加该所与天机综合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的2018软件定义卫星高峰论坛呢。是啊，因为这时候可能他看他爸爸没事了，可能是逃过一劫，自己又开始像冬天那个冬眠的蛇一样，又开始蠕动了，出来了，回到这个老本行来工作呀。原本就没以为没事了，哪是没事儿？如果不是现在面临的战争威胁，可能习近平不会动他。战争即将来临，你想，他多担心呢？这样，就军队背景的家族的人和习近平作对呀、啊，是不是？肯定习近平说不定整过李金奈，但是没抓他最后啊，算手下留情的。但现在的形势不行了，你整过的人，别人在心里怀着仇恨，对不对？所以说，尤其这样的这个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在部队历练过的，那肯定是习近平心头之患呐。说大陆媒体就报道了，讲到李金奈也是山东滕州人，与上述报道基本吻合。他曾是胡锦涛时代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啊，你想总政治部主任啊，你想买任何设备什么，包括这些舰艇、导弹、飞弹什么，不管什么设施吧，枪炮子弹都要总装备部要签字，领导签字啊。你看这个大权在手，要敢贪的话，我估计不会少过10亿，对不对？就是抓还是不抓？说2016年解放军军中反腐之际，李基奈也曾多次深受传闻困扰。据悉说，他的妈妈叫孙锦云，也是解放军中为数不多的女将军呐、啊。这个今年77岁，广东佛山人，解放军总参二部高级工程师、技术二级航天军事专家，享有国务院军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四次，国家情报信息奖一次，军情报信息奖一次四次。你想，有李金奈那棵大树，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就来了，对不对？说值得一提的时候，孙锦云呢，还是中国多个卫星飞船的研制，参与了多个飞行这个高科技项目飞船的研制啊，卫星目睹了神舟5号、神舟6号、嫦娥1号的发射的全过程。但是现在这个结束了，这个辉煌的年代结束了，上半场结束了，要下半场了，只是从儿子先开始，这更厉害，老子我不动，动你儿子。所以习近平反腐败这些时候非常厉害，为什么这些老干部一个个就敢怒不敢言啊？白能说成黑呀、啊！明明习近平走了一条不归路啊，倒行逆施，但是大家都得鼓掌，为什么？不敢动，都有腐败问题、啊，是不是啊？连这个年轻人李磊也终于成为了这个专制政权统治下所谓反腐败利剑下边的一个内斗的一个牺牲品了、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要变革政治制度啊！不要等到你倒霉时候再想起，包括我们这样的人啊，在鼓吹民主法治还有点作用。到了现在这时候就晚了，对不对？贪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只有大家一起致力于社会的变革，好的制度才能保护所有的人。那么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谢谢，再见。